大家好，我是白白，淄博喜庆西藏。昨天晚上扎营在这个故城县。哎呀，有一个好笑的事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昨天不是发了一个吃德州视频的吃德州鸡的视频，然后呢，好家伙，因为我吃了以后把那个鸡骨头嘛，就甩在我身后了。大家有空可以去我上个评论去看看，好家伙，一个一个的，我都不知道那些劝我不要乱扔垃圾的人啊，我都不知道那眼睛是怎么看的。我那个地方，就是一个废弃大楼，那个废弃大楼那边上那全是垃圾，本身就是个垃圾堆。我不觉得说我把那个鸡骨头扔到那上面有什么不对。好家伙，平时。生活中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做的怎么样，这家伙一个个就站在那个道德制高点，在网络上就化身正义，就直接化身为正义，把我看得乐得就不行啊！讲卫生啊，别乱丢垃圾，这个事我在我的视频里讲过好多次了。我会根据情况啊，我一般扎营都在偏僻的地方，一般就是桥洞啊，或者是破房子，有很多地方呢本身就是一堆垃圾堆啊，离得又不就不远，所以说我不觉得我那有任何问题。当然我在人家广场或者在家门口这种地方，我们是会清理垃圾的。我都不知道那些就是劝我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之中你们有没有自己能做得到。在网上一个个全为名人，早上八点钟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呀，这个给！哎呦我去！不好搞了，不好搞了！我去，这两天的温度一下上来了。哎呀，没有前两天骑的那个精精神神那个状态了，汗就不停的流。这才11点。起爽歪歪，想买个短裤呢，我去也没有遇到市场，现在穿的裤子太热了。哎呀，汗流的哗哗的，这跟这玩意儿不要钱似的。哎，全身我估计现在都滚烫滚烫的。12点半了，不跑了，温度太高了，好家伙。哎呀，哎，哎，真舒服。哎，我得把衣服脱了，休息休息，休息到3、4点再走吧，太热了。整个人都快中暑那感觉。上到这上边有个平台，妈呀，现在还冲着上去，我完了。哎呦我去，完了。哎呦我靠，这鞋不行啊，这鞋打滑。哎呀，完了，越高越危险，这现在上不上下不下的，难搞了，这，哎呀，下去吧，哎呀，搞不准，哎呀，妈呀，下也下不去了，哦，好家伙。
哎，不行了，真的是年龄大了，从平原上终于爬上来了。哎，本来还想在上面躺嘞，后边全是奥利给，我都想不明白，离地面这么高，这人怎么搞奥利给都搞到这上边来了？下去拿点东西，给你们演示一下怎么下的啊！我也是第一次下，不知道怎么下的。太阳能板就在那儿，从那儿冲着来。给你们看一下我是怎么上的啊！哎呦，好家伙！给你们看看这个骑行的时候渴了是怎么喝水的，就这水。大口喝着又爽，一下又能喝饱。哎，这小风一吹啊，凉飕飕的，躺一会儿吧。4:30了，继续出发，依然是大太阳。哎呀！这风大的呀，寸步难行。这锤子又不是在青海呢，这么大的风，王官庄镇全国特色小镇，今天就扎营在这附近了，买点吃的。哎，你这是烧饼吗？对。就纯烧饼，没有馅儿的吗？对，没馅儿的。没馅儿的。对。怎么卖的？一块。帮我拿两个。这叫什么？有那个猪头肉没有？要这么啊？这是猪头肉吗？这猪头肉。我得要一点。怎么卖的？22。啊？22，32.5，32。22一斤是吧？一斤。两块钱能一会儿拿出来。这边有个空房子，过去看一下，希望不要有奥利给。哎呀，好像没有。哎呦，天哪，还有水嘞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还好没有奥利给。好了，帐篷整好了，吃点东西吧。这扎营地啊，绝了！里边脏吧，也不是特别脏，还有个龙头。哎呀，扎营地有水呢，就爽歪歪了。哎呀，这两边还通着风，爽歪歪。整了一瓶啤酒，一点猪头肉，这是半斤啊，一斤吃不完，买了两个烧饼。看我这边，这是5瓶矿泉水。他们这一片没有白大瓶的，还买了一瓶辣椒油。唯一可惜的就是，我明明记得我的筷子没丢，我留着呢，结果找半天找不到。
只能用手了。哎呀，倒点辣椒油，揉一揉，就这么离开是吧？没办法。这猪肉软软糯糯糯的，他们这边都不给放。舒服。哎，那些烧火随你不大意的，看看这场景啊，你说讲卫生有什么用？很多朋友说，伙伴，锅碗瓢盆中了，怎么吃饭就这么吃？啊，在内陆吃饭不存在这套问题。到处都能遇到这个乡镇，他们这边卖饼的特别多，像街上摆上卖饼的好多，有带血的有不带血的，那我到爷爷这儿没带血的，那我只能买了。那什么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要吃饭了，感谢大家。